大家好，我是住在神户的雅雅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这次的视频呢，想分享给大家一幅治愈系基础不透明水彩日落野花风景画。这幅画是由近景的野花、中景的小石块和山，以及远景的日落和天空组成的。先用柠檬黄来大概确认一下落日的位置之后呢，再用草绿、中绿、深绿来画出山的大面积色块。整个绘画过程当中的配色方式都有标注出来，供大家参考。换两杯干净的水，准备开始细画山以及山上的小石块。
下，努力，努力，加油。